再来看阿妹张惠妹26号在新加坡开唱，而当天呢就是好友申东靖过世的第100天，她在台上唱掉了这首歌来怀念他，没想到呢演唱会进行到一半跳电，除了打在阿妹身上的聚光灯，舞台灯光都全暗了。事后工作人员惊讶，因为呢所有的电源线路都是相同的，如果跳电，照理来说所有的灯光都会宕机，因此工作人员就开玩笑说，是不是申东靖来闹场了呢？连阿妹自己都说，我也有这种感觉。